介绍，我是彰大特教中心的朱庆琪哈。那我是物理系的老师。这个嘉科学广场的活动，我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有新朋友嘛。那新朋友要不要先举个手，让我们知道一下您是第一次来参加嘉科学广场？来举手。嗯，是真的吗？好，我们旧朋友欢迎他们一下，好不好？来举手。好，谢谢他们来哦。这个活动其实从2008年的下半年开始举办，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礼拜六的下午，那寒暑假当然我们不一办啊，因为没有工作人员啊。那正常学期的期间，我们都会办这个活动。好，那所以有很多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这个粉丝群，很谢谢大家哈、哦。那这边的话，我们这个学期的第一场，我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那一场请到的讲师哦，其实是这个我们叫做内举不避亲。其实这个徐老师，徐兆芳徐老师是我在动物大学的学弟，当然我们后来各自念不同的研究所。那徐老师他后来是去念以前的国北师，那现在叫做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对，就是国北师现在变成国北教大，对，应该这样说，简称国北教大。但是徐老师念的研究所，我猜所有的小朋友都想把它变成第一志愿。你要不要猜一猜那个研究所叫什么名字？啊，不是台大了，台大是学校的名字。我说那个研究所是念什么的？物理的啦，生物啊，化学啊，电机工程、土木、机械。清华是学校。我们说的是领域，物理，物理 ，no， 好，我跟你们讲，它叫什么？玩具与游戏设计研究所。哎，小朋友想不想念呢、啊？以后念一个这个硕士。好，但是很可惜哦，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研究所已经改名字了。所以哈、哦，那个徐老师变成是那个可能是末代了，末几代的那个毕业生。现在因应数位时代，所以他们现在把他们的研究所名字改成另外一个名字，数位科技设计学系。但是你还是可以在这个研究所里头去念怎么设计玩具跟游戏。哇，真是太酷了 ！OK， 好。那徐老师在那边毕业啊，但是徐老师其实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哦，我很快讲一下制式的介绍徐老师的这个简历哦。第一个，他在国文会他有很多的这个科普的幼儿人才培育的这个活动里头，他担任讲师，然后士林的亲子馆这些亲子活动还是讲师，然后很多民间的这个亲子馆的活动他都是讲师。那另外呢，他也是中华大众科学推广协会的理事。可是我其实比较想当然他也是台北士林那个科教馆的这种活动的讲师，所以他的资历非常丰富。可是我最想推荐的其实是我们徐老师，他为了要推广科学，他去考了个执照。那个执照你们可能很难猜得到，类似他去考街头艺人。好，你们知道那个街头艺人呢，在那边唱歌跳舞弹吉他什么这些你们比较常见吗？那如果你在街上走啊，走过去有一个人，他是要跟你推广科学，你也要看看就想走。所以你如果要在街头艺人里头做到可以推广科学，那难度是不是更高？对不对？所以我们徐老师在这边真的很用心很热心的在做，包括他今天穿来的这件 T 恤都是他为了靠街头艺人他自己做的。然后待会我请他跟你们解释他上面的意涵是什么，因为很有意思。好，那徐老师今天设计的活动非常丰富，那大家可以看出来，他透过的这个主题叫做科学马戏 Live Show。 那其实呢，他会扣着一个科学概念在走。我在这边不破个，就是他今天要扣着那个科学概念大概是哪一个，我请所有小朋友活动结束以后告诉我，好不好？好，中间你就可以猜。那大多数的朋友现在都到了，所以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师徐兆芳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好，太开心了，大家这么的热情。好
好，非常感谢朱老师哦，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科学活动。好，那我就从那个街头艺人这件事情讲起好了。今天其实这个题目啊，会叫做科学马戏 live show， 就是我希望说，科学活动或是科学实验，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时候好像有点难，或者是觉得，明明我们生活中都有科学，可是其实它好像很难接近。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比较好玩、有趣的呈现方式，让大家发现，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细小的现象，甚至科学的游戏，让你自己去感受。所以我今天也有准备一份家长的话，这个其实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今天会做些什么以外，我在最后一段也有简单的提一下，如果小朋友有兴趣，爸爸妈妈回家有时间跟兴趣，也可以陪小朋友，带他去看一下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跟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一些的关联。好，那我介绍一下这件衣服。其实这个衣服中间这个是一个像马戏团那个魔术师的剪影。那魔术师大家通常有没有看过？那个干嘛？好，杂耍抛球，对不对？好，那抛球呢？上面我抛的是四颗球。好，抛这四颗球分别刚好就代表，我们常常会做的分类就是物理、化学、生物跟地科。好，刚好这个物理，好，大家很喜欢玩机械类的东西，所以我用一个简单的齿轮来代替。好，然后化学，大家常会想到做实验的器材是烧杯。好，再来生物，好，生物。生物我们在进行观察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也是最容易拿到的工具，放大镜。对，放大镜。好，再来地科。很多小朋友对一些星球、外太空都有兴趣，对，所以它一个飞碟，让大家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好，所以我当初就用这个四个来做一个串场。好，那今天呢，我做科学马戏 live show， 我先讲一下主轴会绕在重心跟平衡。那中间呢，我会用一些我们在可能看到一些马戏表演啊，常会看到的特技。这些特技除了大家苦练以外，其实也是要运用到一些科学的概念哦，也是要运用到科学的概念。那今天我要帮助大家，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马戏团的魔术师。好，今天我们所有的作品做完，你就可以回去自己把它装饰成一个小小的马戏团。好，有没有期待？有。好。那我要另外要分享一个，刚刚朱老师说，我曾经考过新北市的街头艺人。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我考了两年，但是今天呢，是我第一次出场演出。因为后来真的是太忙碌，而且新北市有很多热门的地段，实在是一位难求。好，所以我后来选择在这边。好，那在这边呢，其实有几个很放的地方跟在街头表演不一样。其实，在街头啊，要进行科学活动有很多的限制，例如说你要做光就很难做，太通常在暗的地方。有一些东西你怕风会乱吹。所以今天在这个环境真的是太棒。然后再加上还有我们中央优秀的同学一起协助我们。好，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通常街头艺人你都会看到前面摆一个箱子是什么？打赏箱。对，今天大家不用担心零钱不够，也不用跑得远远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太有趣了，请给一下掌声。但是这个掌声不是给我这个掌声要给自己。为什么？还记不记得我刚刚有讲，等一下每一位小朋友都会做一个属于自己的马戏团道具。所以等一下要让大家自己尝试挑战自己做一个马戏团的表演的魔术师。好，那我们简单介绍完，现在就要开始。在开始之前，我准备了一个有趣的活动，一个表演，先让大家看一下。然后等一下会在这桌面呈现。那两旁的朋友，你可以抬起头，升高一点，或者是我们左右两旁，都还有画面会让大家呈现。那我先讲一下这个表演只有短短的20秒，只有短短的20秒，眨一眼就过了。所以我会先提醒一下，等一下要请你注意的重点是什么？等一下，这个斜坡看到上面什么都没有，我会有一匹小马，我会有一匹小马冲出来。刚刚大家走进来，有没有看到外面有马？有。太厉害了，我藏起来，现在还被你发现。好，等一下会有小马走出来所以请你看一下小马怎么移动。再来，我会准备一个这一个滚轮，在一个斜坡上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斜坡哪一边比较高，哪一边比较低吗？左边比较高。
好，已经看出来哈，有人说，好，我现在手这边比较高，这边比较低，好，你也可以透过荧幕稍微看得出来，这边比较高，积木上面有两块，对不对？这边有一块啊，好，再来，这是什么？汽水瓶。好，汽水瓶通常大家喝完都直直的摆在桌上，没有啊。喂，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有没有黏住？好，魔术现在就开始了。好，没有黏住。好，再来一个，这个滚轮，好，一个小丑抓着一个滚轮。好，这个滚轮呢，我要把它放在跷跷板上面。好，放在跷跷板上面哦。好，等一下，我要请你看一下这个跷跷板发生了什么事情，滚轮在跷跷板上发生什么事情哦。好，准备好了没？好了，小马要出来了。好，刚刚说小马看到在哪？小马在这里。好，我准备了三匹小马。好，准备了三匹小马哦，先让它就定位，不要乱跑。好，要不要猜猜看哪匹马跑得比较快啊？红色、黄色、绿色。黄色，好，答案放在心里面，先不要告诉我，自己验证看看。一二三，涂一下。好，准备喽，马怎么移动喽？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哦？完美演出。好，来，请问一下，来，有没有发觉他刚刚在小马的时候跑，他发生什么事情？他怎么移动？开合，前后这样甩，对。好，第二个，撞到这个滚轮。这个滚轮怎么会从下往上跑？那边开口比较大。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先抛出来哦，先把想法都抛出来哦。有没有？跟形状有关系。好，两个答案哦。好，这一关，啊，重心不一样。好，来，角度不一样，哪里的角度不一样？这个吗？跟我们平常常见的滚轮的角度好像长得不太一样，对不对？好，累积四个答案，我们就跳下一关。好，来，现在是下一关，这个汽水瓶它有什么玄机？有粘土。好，来，等一下检查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有水。好，还有没有？来，再来，脑力激荡一下。沙士。沙子。好，有盐。好，来，再来嘞，脑力激荡哦。最后一个答案来，我们下一关来。装了一张纸在里面吗？好，好，来，有磁铁。好，来，先停哦，到这里哦，谢谢。好，这一关答案先记起来了，我现在问的问题答案先留在心中，等一下我一一破解。好，来，最后一个，这个刚刚一开始是停在这里耶，竟然它往哪里走？对，往左边走，而且往上走，而且停住了。你觉得它有什么玄机？好，来。黄红下面有磁铁，然后呢，你滚动的时候没有碰到，有一个碰。好，来，还有没有其他答案？来，灯不倒翁以外，来，还有没有？来。里面有磁铁。好，来，这边的朋友有没有？里面有磁铁。来，好，换你。它那个红红滚到上面，好，好，来，我从后面尾巴公布答案回去哦。来，第一个，黄黄的，有人看到了，它是粘土。好，所以我没有用磁铁，用磁铁也可以有一样的效果，但是那另外我们再来讨论。好，这一个，好，刚刚。科学马戏一开始就要来表演个魔术啊！刚刚有人说是水，对不对？好，来，好，这个我先倒出来，准备一个透明的杯子哦。
好，看好。哎，是水，只有水而已哦。好、哦，好，来，这个我简单解释一下，回去也可以玩玩看哦，很容易拿到。但是你要拿那个瓶子，记得，铁罐里、铝罐底下是不是有个这个凹，凹一圈？好、哦，我之前有看过有人想要学，结果他找到一个完全圆圆的，怎么立都很难。好，重点在这两圈哦。好，就像我们人的脚一样啊。我们要站稳，你觉得一只脚站比较稳，还是两只脚站比较稳？好，两只脚站会比一只脚站稳。好，那两只脚站的时候，站中这样站直直的，跟这样歪一边，哪一个比较稳？站直的嘛，哈、哦。好，因为我们身体重心大概在肚脐的地方，两只脚开开的比较稳。你也可以想象，当水装到里面去以后，这个水，我把它打斜。好，水是不是歪一边了？好，水歪一边以后，它还是有重心在哦。那我刚刚讲有一个重点是瓶子的底下，哦，两只脚就像两只脚一样，哦，所以当你的水倒的量，好、哦，水大小、水多少会影响哦。好，你看我倒斜斜的，我一直慢慢加上去，慢慢加上去，加上去，你觉得重心有没有跑掉？好、哦，重心慢慢往其他地方跑。好，所以重心慢慢往前跑，是不是像身体慢慢歪歪歪歪歪，到你两只脚撑不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跌倒。对，就跌倒了。好、哦，所以这个瓶子的重点就在你水量要加多少，能不能让它重心在这两只脚的中间？好、哦，好，简单，先破解这个，很简单。好，另外这两个，我们等一下后面的活动会陆续带大家做，先卖个关子。好、哦，好，来，那这个我先收起来一下。接下来呢，我要表演的也是魔术哦。刚刚那个根本就……要不要讲一下，你通常在马戏团都看过什么魔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钢丝，走钢丝在这边可能比较困难。我们下次说不定教室可以拉一个钢丝来试试看。空中飞人，好，还有没有？走钢索，还有嘞。哈，跳火圈哦，哇塞！变兔子的，变兔子哦，好来，变小鸟，哇，太厉害了！你刚好点到一道菜，就是我接下来要表演的变小鸟。好、哦，我们一般呢、啊，马戏团表演就会有个魔术师，好、哦，戴了一顶帽子，那顶帽子一定会有什么小鸟，大部分都是，对不对？好，但是我也不确定今天大家会变出什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会，好、哦，魔术棒。这时候还会需要一个小助手，有没有人自愿？好，来，我们后面那个小弟弟，对，好，来来来，上来一下，好，我们给他勇气掌声一下，会不会紧张？会哦，好，没关系，来，接下来啊，我要请你拿着这个棒子，好、哦，好，然后接下来这个帽子哈、哦。我要请他变出一个东西哦，好、哦，刚刚有人讲他想要变小鸟，我们就来变小鸟好了。好，那、啊、请大家我们一起用念力哦，哈，一起用念力来变出来。好、哦，口号就是科学，很简单，科学变变变，好不好？好、哦，有没有记起来？有，有哦。好，来一起喊哦，来你带头。好，科学，科学变变。变好，这时候小鸟通常是变完以后会有一只鸟冲出来，对不对？哎、欸，这只鸟没有冲出来。这只鸟很奇怪，它没有冲出来，但是它的嘴巴一直咬着我的什么？咬着我的手。刚刚有人说是不是我通通都偷偷粘上去？我们换一下来，伸出你的食指，手举高。好，放上来。这只鸟不是只认我、哦。这是平衡鸟。走一圈。转一圈，哎、欸，哇，你转太快了。好，谢谢谢谢啦，你好，哎、欸，我刚刚有听到有人说认得出这只鸟的名字哦，大声一点。哦，太棒了，训练有素。好，来，那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既然你会说是平衡鸟，为什么它可以立在手上？来，
它的翅膀的形状，好，我要透过投影机。好，没有，大家可以看我啦，看得到就看我，好，或者是，好，翅膀形状长这样哦，哦，好，然后它长这样，它侧边长这样，好，还有没有要补充？好，来，你先。两边重量是对称的。两边重量是对称的，好，来。它的尾翼平衡。它的尾翼也可以平衡，好，来，你看。平衡的关系是不是？好，来。重心就好在这个支点上。重心就在这个支点上。好，来，你看。它的重心在最旁边的两边翅膀。重心在最旁边的两边翅膀。好，等一下呢，一样哦。有的人可能很害羞，不好意思说出来，然后你也可能听了大家很多的想法。现在呢，我们用讲的、用讨论的语言，有时候不一定会有一样，会有落差。所以接下来我要靠一些小道具，好，请你把你的想法用这个小道具去实验，实验完之后我一起来跟大家做解答。好，那所以现在我们进行到下一个部分哦，我们先把材料发下去。好。好，接下来的材料会有一根竹签，还会有一根毛根，还有一个塑胶竹。好，那我们请小老师先发给大家一下。好，请大家拿到材料之后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有我现在投影片上这三个材料，然后我会一个一个步骤带着大家做。现在呢，我要请你来先拿出竹签。竹签在使用的时候，请你小心哦。尖尖的，小心不要刺到眼睛。有没有看到我这个地方已经对折了？有吗？好，来，然后第二个步骤，好，第二个步骤哦，请你把这个牙竹签，好，勾在这个比较靠近尖端的地方。好，好了哦，好，好了之后呢，来，请你。把它这样子像打结一样哦，不用真的打结，把它绕一圈，固定在这个竹签上，变成像这样，哦，噔，好，好，绕起来，把它缠一圈起来就好了。好，来，没有看清楚的朋友可以再看一次投影机哦。好，刚刚我们是不是对折大家都会了，对不对？对折，好，对折哦。好，把竹签尖端的地方。套过来，看到了没？好，套过来以后，请你像这样子，把它缠一圈，缠完以后就会变成这样，噔，轻轻的甩一甩会掉，好，不会掉你就先完成了哦。好了哈，好，来，接下来呢，我要请你尝试一下。接下来我要请你尝试一下，我先做一个示范给你看哦。你可以把毛根乱弯，毛根的好处就是可以弯来弯去，随便你想要什么形状都可以。然后随便乱弯完，你可以顶在手指头、哦。好，谢谢。好，顶在手指头上哦，放开。哎，有没有整个翻倒？没有，还撑在我的手指头上哦。对，随便弯，可以让你自己试试看。好，来，现在开始开放各种想法。你只要能够把毛根随便弯，然后顶在手指头上都可以，先尝试一下。好，那如果你很快的话，老师这超简单，马上就过关了。你可以再换换看有没有其他什么形状。来，如果你都没有成功，我教你一个，你先参考一下，我们从模仿先试试看。来，你试着把你的形状变成类似像这样子。像这样子哦，尖端在这里哦，好、哦，然后两边看起来差不多，立在手指头上，放开，好、哦，试试看，好，来试试看，好，很棒，好，来另外一个重点哦，如果你觉得哎、欸、好像左右可以了，可是前后不行，来，请看一下这个面，请你把你的这个毛根。把它变成，同看起来好像在同一个直线上面，再试一次看看，有没有成功了？哦，可以了哦，可以吗？来，可以模仿一下哦。那、啊、如果已经会变形了，你可以继续创造出其他不一样的图案。
哦，很棒。好，来，现在呢，请问有没有拿到那两个塑胶珠了？有了哈。好，请你把塑胶珠穿到毛根里面去。好，好，把这个毛根一边插一个，好，已经插一个了。另外一边再插一个。好，再请你试试看。欸，有没有觉得擦了塑胶珠以后好像容易很多？没有啦，试试看哦。擦了塑胶珠，你可以再做其他的变化试试看。好，好，来，各位尝试完了，有没有什么发现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发现？我还要分享。好，来。哦，重量在两边，重好，来来你，珠珠在下面，好来你，啊，要成为什么三角点是不是？好，还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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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补充？好，来。来，各位，请看我这边。好，我要破解一下刚刚平衡鸟跟我们现在玩这个毛根平衡游戏的重点哦。好，刚刚有三个小朋友告诉我超厉害，他们三个上来以后讲的答案就标准了。好，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我们手顶在这个牙签的地方，好，这个地方就称为支点。好，那我们把这个珠珠啊放在两边，你有没有试过说啊，珠珠两个都放在同一边，还能不能平衡站立？不行，对不对？好、哦，对，会歪一边哦。好，所以要平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哦，两边的珠珠，两边的珠珠要差不多重，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离这个支点的位置好像都两边都一样，有发现吗？哦，最简单两边都一样，你看像我这样子，或者是我们刚刚前面玩最简单的，都把它拉直，都把它拉直，它在平衡的时候两边到支点的距离都一样。好、哦，好，那因为都一样呢，刚刚有小朋友说，哦，它看起来好像就像一个三角形，有没有？支点在这边，两个重量在这边，好、哦，好。那请问一个问题哦，你有没有发现加了珠珠以后是比较好平衡还是比较不好平衡？比较好平衡。哎，这又是为什么呢？加了珠珠以后，这整个重量，你觉得是不是变得比较高还是跑得比较低？啊，重量你看哦，珠珠的重量在下面。好，所以让我们的重量偏得比较低，重心也跟着偏低了。好，就像相扑选手，你有看过相扑选手直接站在桌上，然后脚都没有弯就这样推别人吗？有啊，两个很壮的比赛啊，他通常都会蹲得越低越低越低，让重心越靠下面就越稳。好，那我们玩这个天平也是一样哦。好，好，那我刚刚透过这个游戏让大家去了解，哎，两边的重心。两边重量跟重心还有支点的关系，那我们回过来看一下刚刚那只平衡鸟。哎，我有一只有把翅膀打开，好，太棒，可以秀光。好，谢谢。来，这边有一只平衡鸟啊，刚刚大家直接看那只鸟都，这边好，来，请看一下投影机哦，好。这是刚刚那只平衡鸟把它解剖，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一个配重？好，是不是就很像我们刚刚在玩毛根的时候啊？我们刚在玩毛根的时候，是不是后来加了两个珠珠，好，变得更稳定了？好，好，所以平衡鸟能够平衡，第一个两边左右的配重会一样。好，如果以这个方向来看，两边都有重量，支点在这边。好，刚刚讲两边的距离是不是一样？好，所以
左右两边就平衡啦、啊，这只平衡鸟不会哦，往左边打或往右边打。好，哎，那前后嘞？哎，前后好，我们换个地方来看，前后这只鸟，好，这个角度看，好，鸟的肚子是如果没有这个塑胶片啊，重量是不是都好像靠近在肚子的地方比较重？好、哦，好，那如果我们把前面也加重了呢？是不是就像玩跷跷板？好，跷跷板如果比较重的人跟比较轻的人，好用。好，假设这样，好，一个跷跷板哦。好，比较如果要平衡呢？好，一个比较重的人这样子，我等一下会画一个比较小的人。你觉得是要靠近这边还是靠近？要坐这里。来，是要坐在一的位置，还是坐在二的位置比较有机会？一的举手。好，二的举手。好，来，手放下。来，科学啊，不是举手多的就算。我们来做一下实验，好不好？刚好我刚刚就有一个。好，积木很好用。好，一样摆中间哦。好，两块比较胖的跟上面一样哦。好，这样子哦。好、哦，好，好，这里，好，一块哦，放上去哦。我慢慢把它移一下，好，我们调整一下。好，有没有？是，应该是放哪里？二，对不对？好，所以平衡鸟呢，跟这个一样哦。好，我们把它做一下对应。我们嘴巴点的地方在支点这边，好，让它做一样前后的分布。好，这是第一个哦。好，接下来我们要玩第二个东西。